全副武装，出发！虫子，哎，妈妈妈妈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真的，我也行，嘿，能，哎，哎，妈妈妈妈，这里好多好吃的东西，哦。是面粉，真香啊！宝贝乖，这是森林公民捐献给灾区过冬的食物，我们可不能乱拿哦。我记住了。嘿嘿，走了。兄们走啊！啊，什么声音？Thank you.
仓库里来了坏蛋，他们要去报警，你们乖乖待在这里不要动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出去。不许喝，快搬来来来来来。啊，对了，警铃。就凭你还想跟老子斗？他想去报警，砸死他！哎，嘿！别管他，干活去！玩机械，我可是高手。嗯。这些犯罪分子太猖狂了！啊！站住！不然我开枪了！不要！啊！警长，这里有脚印。哦，脚印。小坏蛋，跟我们回去调查。快来啊！慢着，别急着下结论，先把洞里搜查一下。嗯？啊？妈妈，他们说我是坏蛋，可我不是蛋，也没有坏啊。啊？他们是吃虫子的动物，名叫渠精。我们要找的嫌犯不是他们。枪手，你们的妈妈呢？妈妈说仓库里来了坏蛋，要去报警就不见了。我一定救回你们的妈妈，出发。黑猫来了，开始行动。从这儿上。
我手里，你们要敢过来，我就把它碎尸万段。没想到，先把徐静救下来。这些坏蛋能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附近一定有暗道。在这儿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看起来像一个大仓库。开关。那嫌疑犯呢？嫌疑犯在哪里？锁定目标，准备微型粒子爆破。是。黄毛班长用水龙枪。是。抢劫过冬粮食，绑架取经，还暴力袭警，请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。让你们跑快！哎呀，别走！
网友赶紧开溜。哎呦！哎，没打着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呦！哎，耳朵，我只有一只耳朵了。以后他就改名叫一只耳吧。哎，照片呢？舅舅的照片呢？哎，啊，在这儿，舅舅吃猫鼠。我找舅舅报仇去。这次让恐怖分子一只耳逃脱，他一定还会对森林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，一定要抓住他。黑猫准会盯着我，那我怎么找我舅舅吃猫鼠呢？我得想个办法转移他们的视线。做好了，我们出二五组造围墙喽。好酸哦！哎呀，原来是运红土的车来了，看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呀！这年头打的太贵，有蹭车不坐才傻呢。坐在运红土的车上，一只耳想了个主意，打算拖住黑猫警长。到了，他们还没来，我先躺会儿。不知道有什么好事。要是他让我们白走一趟，我就把他给吃了。哎呦，快抬脚，快点抬脚啊，快点抬。哎呀，再晚了我就成薯片了，快抬脚。快说有什么好事，要不然我就把你踩得扁扁的。好事当然有好事，你瞧那边。好多的红土啊，一年的营养都在这儿了。敞开吃吧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太好了，我做梦都想吃饱了撑的。我想造好了，太漂亮了，终于造好了，新围墙太漂亮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世上没妖怪，可他们发出了可怕的声音。
别着急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现场，我们就来。警长，你看，目击证人在吗？说说情况。昨天晚上有几个妖怪从我们窗前走过去，有那么大。这么大的脚印，而且还不止一种。黑猫警长根据现场勘查，迅速锁定了目标，并部署作战方案。今晚第一组埋伏在那儿，第二组埋伏在这儿。那我们干什么呢？公民们，今晚你们就放心的睡吧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这几个破坏分子给揪出来，保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保卫我们森林公民的安全。笨蛋，在那边。哦，对对对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等等，先看看他们睡了没有。上啊！好香啊！警长发信号了，行动！喵！不许动！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不好，有埋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兵分三路，各自逃。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晚餐。这下可好了，潜泳可是我的强项。全体注意，启用气垫模式。这年头补充 K 上树，黑猫也能活河了。谁拉我的裤子？哎呀，哎呀，不好，走光了。在那儿？不是我，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。哎，这不是河马的裤子吗？我不是河马。你在里面干什么？我在躲猫猫。出来！我认错还不行吗？河马被抓住了，快跑！看我的障眼法！我往哪儿跑呢？有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藏得再好也没用，用热感追踪仪搜索一下，在那。好，现在提高精度。果然在这儿，用电棒。哦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老实点，请你去森林公安局交代犯罪经过。哼，你这个破猫，吓唬不了我野猪。老实点，还不快举手投降！哎呦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站住！有本事下来一对一 PK。 好， K 你个心服口服。哎呦，
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牙，我的牙！哦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快点抓住我！你们太可恶了，知道造个房子多不容易吗？全让你们给毁了！你是傻瓜，造房还不如租房呢。不许再偷吃红土！不许你吃了，这是我们的围城。停下，不然我们要采取行动了。不吃，哪来力气对付你们？戳鼻孔太卑鄙了，叫你们戳鼻孔，来抓我呀！给我上，抓住他！叫你们尝尝我的鼻胆波波酒。牛吧？对付皮厚的得用特殊手段。是。预备，上！不会打死我们吧？森林法庭现在开庭，请大家安静，待嫌犯。你为什么要偷吃红土？我需要一种叫铜的矿物质。那你呢？我的身体缺少一种盐。你要吃红土也不能破坏我的纤维墙啊。有个家伙叫我们敞开肚子吃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是谁？赶快交代。是一只耳指使我们吃的。现在宣布审判结果。根据森林法第88条，你们犯了不劳而获罪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罪，现在判决大象野猪搬运红土砖3天，河马态度较好，根据第99条罚他搬运红土30桶。耶，大象不是死翘翘了吗？班长，快给大象打一针。是。公民们，大象刚才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森林公民法。我的头怎么那么晕啊？刚才他还暴力拒捕，威胁我们警示的生命安全。我只好给了他一枚麻醉弹，制止了大象犯罪性质的进一步升级。大象，你知道错了吗？我为了吃饱肚子，破坏了大家的居住环境，我现在知道错了。对不起。玉米，哎呦，真香啊。什么声音？得打包回去。
是他。哎，公安局吗？我看到了一只耳。报告警长，在玉米地发现一只耳的踪迹，一只耳的踪迹。终于又出现了，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。举报我！老子灭了你们！你这个坏蛋，别想逃，看我怎么治你！警长，一只耳往那里跑了！一只耳啃下的玉米。是一只耳的脚印。嗯，往那边追。是。一只耳真狡猾。天上那是什么东西飞得那么快？原来是蝗虫，一群空中强盗。跟我来。弟兄们，一只耳大哥交代了，连桌子带螳螂统统干掉。射击！快用 H 五型远程火箭！弟兄们，快跑啊！蝗虫的尸体是最好的飞天粉了。再见。来来来来来。
夜深了，黑猫警长还在研究案情。一只耳的脚印，螳螂姑娘，你看到一只耳来过吗？我没有见到过。那么有其他可疑的迹象吗？这也没有。经过鉴定，蛋糕屑上提取的唾液 DNA 和一只耳的完全吻合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只耳，但细心的黑猫警长还是发现了疑点。哎，怎么全是锯齿印呢？把螳螂的残肢送到法医实验室，结果一出来立刻通知我。是。查一查螳螂的档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警长，凶手难道不是一只耳吗？说对了，通知昆虫公民马上召开网络视频大会。螳螂姑娘，请你当着全体昆虫的面回答，你的新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我把新郎吃掉的。太可怕了！那么你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的丈夫呢？我要表达对他深深的爱。他骗人！警长，请让我从头讲起好吗？好，你讲吧。三天前，一伙蝗虫强盗入侵玉米地。和丈夫双剑合璧，共同赶走了那伙强盗。小心！患难令我们产生了爱情，所以我们就结婚了。在洞房里，我丈夫突然下跪对我说：“请在结婚后就把我吃掉吧。”这使我太吃惊了。可是他已经把遗书写好了。天哪！这是一份什么样的遗书啊？他对我说：“奶奶是吃掉爷爷才生下爸爸的，而妈妈也是吃掉爸爸后才生下我的。为了养育更多能保卫庄稼的后代，为了表达我真心的爱他，我终于把他吃了。这是他的遗书，请你们验证一下。”我恳求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，再惩罚我好吗？好可怜啊，真是悲剧啊。大家明白了吧？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，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。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太好了！谢谢黑猫警长，谢谢大家。希望螳螂姑娘好好养育她的小宝宝，让他们长大了多吃害虫。我一定让他们变成抓害虫的高手。我建议请昆虫学家设法解决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，到时候她就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。经过这次事件，黑猫警长加大了对一只耳的搜索力度。报告，海边发现一只耳的脚印。我们马上就到。警长，我们终于可以逮捕一只耳了。出发。老鹰队长，老鹰队长，现在有迹象表明嫌犯一只耳已向南海逃去，你赶快查明他的动向。是。在那儿。报告警长，公海附近发现一只耳，你要加强监视，防止事态恶化。是。老鹰明白，他想偷渡出境，阻止他。
啊！报告，海面上失去一只耳的踪迹，把现场照片传给国际刑警组织。好。藏得再好，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。警长，你看，这是在发现一只耳的海域找到的，是一张非洲地图。他想干什么？警长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把情况下发，要求各地警力协查。一只耳逃脱出境，一定有更大的阴谋，要尽快把他缉拿归案。嗯。小尾巴大能量，照这个速度3天内就到舅舅家了。这正是天有不测风云啊。哎呀，真倒霉呀、啊、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啊啊啊啊幸好我一只耳福大命大胆儿更大，让我瞧瞧。哦，非洲到了。好嘞。舅舅的，哎，先睡一会儿，醒了就有办法了。有办法没有？肚子倒饿了。啊？这天气太热了，受不了了，我得去找点水喝。嗯，哎呀，好大的非洲鸭蛋呐、啊！这回可饿不死我了。小偷，你敢偷我的宝宝？别急，别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是要帮你孵蛋。老鼠扛刀满街长毛，老鼠扛刀满街找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哪来的野小子，竟敢挡住我的去路。舅舅，我是你外甥，13代单传的那个。外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。舅舅有只黑猫老欺负我，你要给我做主、啊、小 case， 我带你去见卡梅隆大哥。哎呀，走，进去。卡梅隆大哥，我带我外甥来见你们了。梅龙舅舅，我们的计划总是遭到黑猫的破坏，他还捣毁了我们建立的基地。他口出狂言，说什么赤猫鼠只配做动物标本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气死我了！赤猫复仇！赤猫复仇！赤猫复仇！嗨，海上有咱们大哥的影子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没了。
糟了，饿死了、饿死的老鼠连做标本都没人要。卡梅隆舅舅，我们到了。你们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嘛。哎，你们家以前在市区的房子呢？市区查得紧，进不去了，现在城乡结合部躲一下吧。来下地道吧。有请最高长官卡梅隆舅舅讲话。卡梅隆，小的们，为了我们鼠辈的生存和发展，我们要对猫实施种族灭绝。OK， 作战方案，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。滚开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根据匿名电话举报，偷渡者就是从这儿上岸的。你们看，这儿不光有一只耳的脚印，还有别的脚印。黄毛班长，海岸发现多名嫌犯的踪迹，我相信这群恐怖分子已经潜入内地。啊，这群坏蛋，一只耳这次回来一定会制造更大的动乱，你们要加强警戒，防止他们突袭。是，我明白了。舅舅，黑猫中计了。黑猫已经被引开了，立即行动。弟兄们，看我的厉害吧。什么味道？给我冲！弟兄们冲吧！报仇的时候到了！我去看看。报告警长，以一只耳为首的恐怖分子已经冲进看守所了。现在报告已经晚了，给你点厉害尝尝。什么味道？看守所的钥匙给我交出来，就行。嘴硬，我要你的命。跟我来。啊！好兄弟，安息吧。班长真是好样的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恐怖分子全部消灭掉。根据犯罪现场留下的线索，黑猫警长迅速确定了凶手的身份。原来是这样，有办法了。
呀！哎，我问你，吃猫鼠在哪儿呢？赶快交代！说你呢，快起来！吃猫鼠可喜欢我了，哎，吃猫鼠还让我当他的小秘密。去你的！冲进去！跑哪儿去了？我老卡在这儿呢，你们谁敢过来，那黄猫就是你们的榜样。跟我来，分散行进。黑猫，我要用你的内脏装饰我的房间。舅舅，让我也喝一口猫血好吗？行，让我先把黑猫的血管切开。诈尸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今天怎么碰到大头鬼了？不是什么大头鬼，这叫做防毒面具，懂吗？把他们全都压下去。哎，我是外国老鼠，我有豁免权。其余恐怖分子，跟我走。这是暗道，快下去。来，你看，他们一定是想从水路逃跑。海滩注意，我是警长，加强海滩防卫。海滩明白。舅舅快。你看，警长的判断完全正确。报告警长，目标正在推船下海，一定要阻止他们外逃，我们马上赶到。立即举手投降，再不投降我们就开枪了。浪费心机了，火花塞在这儿呢。是陷阱，赶快投降吧。你做梦。这里有汽油，看不把你们炸上天。想同归于尽绝不可能。他们没戴防毒面具，都是个好机会。警长，恐怖分子全部落网，但一只耳不见了。我建议立即进行地毯式搜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把他们全都压下去，快！
地质尔升级为 A 级通缉犯，全球搜捕。国际杀手网真是棒，杀后付款太公道喽！地质尔一定不会坐以待毙，我们得加强防备。价钱倒是不贵，不知道能不能干掉黑猫。哎呦，谁又踩我尾巴？哎，放开放开！啊，是您呐？目标是谁？猫，白猫、黑猫、是猫的，统统给我干掉！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！收现金，不刷卡。哎呦！说详细点。你说什么？绑架儿童？啊，怪物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报告，紧急集合，立刻向第九区出发。现场，这些全是伪装。侦探白哥前来报道。白哥侦探，你来看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判断，这个所谓的怪物是一只少见的巨鹰伪装的，它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，专门绑架杀害小动物，造成社会恐慌。我们对这种恐怖分子绝不能放过，现在派你去探明这个罪犯的巢穴，发现目标，立即报告。竟然伤害孩子，不可原谅。
有你们在，还怕他不来吗？妈妈，我害怕，你快救救我呀！妈妈，妈妈！不许叫，都给我乖乖的待着。老实点儿，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，先来个点心提提神。不要吃我呀。警长，警长，我是白鸽，我是白鸽，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，已经找到。确切方位，东经102度，北纬41.5度。东经102度，北纬41.5度。好，我们马上就来。通知直升机中队，一起战备，出发。这个该挨死的猫！哎，别着急。喵！上！是为了把黑猫警长他们引入陷阱。面对敌人的疯狂，黑猫警长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，要用智慧。你们从正面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快去。是。时机到了，你们从后面上。是，快。直升机中队，直升机中队，我是黑猫警长，你们立即赶来助战，你们立即赶来助战。方向东南，目标石猴鹰的老巢。明白。小心。空中
营救。帽子，我的帽子！直升机中队掩护。全体注意，执行第一作战方案。请一切代价，空中绝杀！执行第五作战方案。大哥，怎么办呢？潜伏，潜伏，我一劲儿还会回来的。新的战斗即将打响，黑猫警长和他的伙伴们一定会用他们的机智勇敢，为森林公民们的和谐生活保驾护航。
树身体半千里，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听见一切可以定义声音。你们快来坚持里找到呼吸器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定。啊哈，啊哈，黑猫警长，啊哈。留下被无脚尖